如何挑一双好鞋呢？基本上有几个要件。第一个就是鞋子前掌这个部分容量要够，接着呢就是这个足弓的部分，足够的支撑是非常重要的。最后的地方呢就是足跟的部分，这个地方要能够吸震，所以我们在为了身体健康跟整个脚的这个舒适的感觉，整个的结构是非常重要的。